周末的晚上，你吃饱了吗？你今天开心吗？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就来到苏雅的哈娜麦莎微醺时刻，跟我面对面，听听音乐，谈谈心。Blasimo guada, manixula, wa, sanga guada ge, mawaisu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再次收听我们每周六、每周日晚上八点的哈娜麦莎微醺时刻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6.3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，我是苏雅苏燕。
哎呀，刚才听到这个歌，我相信全台湾的哈，我们听原住民台的亲朋好友们、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都认识的一个人呐、啊，有吗？要帮你拉台一下，我的好朋友朱约信朱老师。哎、欸，我上次来，先跟我们这个原民台打个招呼嘛，你所有会的都讲一下啊。吴尼南，米红米善，哎，不错哦。还有我们打样的是什么？打样叫什么？罗嘎苏。罗嘎苏。嗯，我有学过，都忘了。对，这个、我点过来、哦、我有问那个哈纳麦莎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考你，你今天忘记了、啊。结果嘞？你忘记了？你看看，哈纳是什么味？哈纳是灰啦。丢啊！阿麦莎嘞？米亚萨。米亚萨。就我们泰雅族的话，就是灰，然后嘞？米亚萨。米亚萨。非常好。米亚萨是泰雅语的非常花。非常花，哈拿灰啊，花非常好，花非常，花非常好，舒雅非常花，爱喝酒时刻，另外微醺嘛，微醺没有喝醉，微醺没有喝醉啦，微醺只是小小的，饮酒莫饮醉，丢丢丢，哎，我今天才刚刚去上南哥的节目，跟我讲一个笑话。哦对哦、他说他、哦、去原住民部落，对蔡正南，去原住民部落被原住民笑死啊！他哦，有一届哈、哦，一看到一个原住民哈、哦，诶，朋友来，他们帮忙拍戏嘛，他、啊、开车嘛，要往他们开过来，就开一开就停一下，然后再过一下，再开一开又停一下，又开一开又停一下，他就很生气，给你看，给你奶奶在搞什么？讲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就是停下来先喝一下，然后再往前开，然后停下来再喝一下。开车不喝酒啊，你懂不懂？我被笑死。对，这个只有原住民，只有原住民才发明这个。哎呀，真的是不是很开心？开心，怎么那么快又看到你了，朱先生？我这个上一阵子在募资啦。啊、有一个歌迷、哦、有一个歌迷跟我讲到，朱老师，你出片量太大了。我说现在2022对不？我上次是2020啦，2020，然后再上次是2016啦。哦，那个有点久了。对，说其实也没有太大，也没有太大。哎、欸，那表示你还在宣传。我当然跟欧吉上、欧巴上等级的歌手比起来是太大，有点出太多了。拍谁？我满是调缸的呀、啊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身为你的好朋友、好妹妹哈，我非常开心。有代志通去做吼，都在感恩啦。啊，真的是。而且你为什么永远不老？你知道我今天坐车来，那是永远长不大啦，不是永远不老啦。你在变声吧？你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过动儿，是不是？你真的是过动兒。我的波镜有诊断出来哈，那是 ADHD 哈，我是 AADDHHDD， 两倍，双倍。双倍镜头低没二。好了，我们真的是言归正传。这一次你这一张正传，言归正传。这一次，哎、欸，上一次那张专辑我已经很难记你的名字了。这一次终于 OK。叫猪头皮普拉斯未知之境。哦、就是读了一个爵士乐团，叫做未知之境。未知之境。哎、啊，怎么我可以演那个大火普拉斯嘛？对对对、啊。所以他们每个乐手遇到我都讲，哎、欸，朱老师，你要大火普拉斯就喝起来，那每个都这样开头，所以我们就组成这样子。然后这一次也是爵士乐手、啊，对对 对。但是因为未知之境哦、喔，来对，其实大家都各忙各的啦，对，没有办法用整个团来做，所以我们有一两个乐手就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另外组了一个叫绝杀之境。必杀绝技，但是所有的乐手都反对的时候就没有用。哎、欸，上一次是对我上一次印象非常深刻，是一個樂團就是一个乐团，而且是一个 jazz band， 對對，所以你不看我顶改诶音乐的水准已经向上提升，哇！但是你本人还是非常的保有你自己的 style。我拉瓜德安内啊，哎呀、啊，我也狗改不了做音乐嘛。但是这一次的题目、欸、很有意思，非常时事、哦、叫做、哦、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我是要那个支持国家小威，只要是陈时中讲的我们就支持，就是说陈时中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我们要过黄奕新生活嘛，黄奕新生活，黄奕新生活，所以我们要黄奕清冰箱，黄奕清冰宽出来，防疫的防疫清冰箱，黄奕清冰箱的是要支持黄奕新生活的一个生命的决心呐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你这张专辑叫做《防疫清冰箱》清冰箱，我一看到这个，我又开始想笑了。哎、欸，不过其实这是真的，因为很多人。防疫期间只能在家里 啊，就开始整理家务啊，家里开始就变干净，就开始会清家里面的东西啊，对，几百年没有在家里，不然都东堆西堆，一堆一山堆的比一山高啊，所以你太兴奋了，旁边的你自己的专辑，你先给我保守好下面哦，啊，你也醉了，你也醉，我醉我醉，这个防疫清冰箱是哈。
我刚刚放的当然今天各位听众们先讲哈，这两集哈，你们真的是要小心，开心外公一定会笑两集，要放轻松，今天跟明天。为人哈，我们防疫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人哈，就是小心过头哦，也忧郁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是会太紧张了，所以要清一下。结果心病，那心理跟生理会互相影响嘛？对，所以唔当想紧张，我们就是疫苗有做好哦。那万一如果你不小心，当然我们其实不要乱去聚餐或干嘛。万一不小心，你就好好的休息吃药、欸。其实是好了之后你的防御力会变强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就等于是打第四剂的意思。所以卖金雕，不要刻意去防疫。自己确诊就是已经可。你不要说你买了保险，你要故意去染疫才可以领钱呢，乱来、欸。最近很多人是有想要赚这笔钱。哎、所以你若准真正去钓钓吼，卖紧张啦，你就好好休息会好。好了之后，你的防护力又增加。对，所以卖紧张啊你。怕说人太紧张，所以要做一些搞笑的歌嘛，对啦，大家比较轻松的啦，不要紧张啦，对啦。好的，这个先来讲这个防，刚才放的这个两首，刚放的是什么？猪头皮的，你的防疫清冰箱里面的第一首歌，一块钱的支票，这什么？哎，先讲为什么你会做这个防疫清冰箱，我跟你女儿有关呢，好好笑、哦。对我的喜好，古尼大概其实我们是去年五月，2021年5月开始三级防疫，对对对，6月7月嘛，对五月我記得，我4月开始我开始在搞 NFT 啦。天哪，这个晚一点讲，你这个、啊、就跟这个有关的啊 ，NFT 你都我在卖，我在学啦，学怎么发行 NFT 哈。哦，我学了，我在5月5号的时候发行第一颗 NFT， 就5月15号就三级了嘛。对。啊，我女儿本来在慈济实习，对，给我挂的哎，读医学嘛。所其实那个时候所有的实习生都给我挂的，因为医院很忙，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理你们这些。在教你，在带你，对，没有时间理你们这些实习生，你们走开。所以我在中和的家里面，然后我女儿就跟我住在一起，对，然后她就东问西问，下面一个 NFT， 我就讲半天，讲得很开心，就她突然间看到我的墙壁上贴了一张1块钱的支票。就是我这里面的有后面我有播嘛1块钱的支票。这个喜欢你防疫在家里面很无聊，你就在整理家务，去敲掉哎，去找到了1块钱支票，就是我们伟大的滚石唱片在20年前寄给我面额1块新台币的支票。真假啦？真的啊？怎么1块钱的支票？我丢啊！你收的，你收的可能1000块，收了1块、2块、3块，我就把那1块钱支票贴在墙上，我女儿看到。开始问了说：“哎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卖 NFT 吗？真的啊！有的人如果是收集古董玩具的话，他把古董玩具拍照，他就上传去卖那一张照片的 NFT。对，啊，有时候他也可以让他的东西让人家投标，最高标得者，他把原本的实体的这个玩具也寄给他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说，我也可以把这个1块钱的支票，把它拍照去卖 NFT， 绑上数位链哈，这就我们的区块链。”也可以来投标，最高的我把这个真的实体的1块钱支票寄给他。但是后来我想说这样太无聊了，我就帮这个1块钱支票写一首歌，就从这样子开始。哦，所以就是红叶千冰箱，哎，都是在宽出来。哎，其实这个也是，我觉得跟你有关啊，你绝对不会无聊，你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变成。我的好，你就变成歌了。然后，所以你真的1块钱的支票，刚才我们放的吗？呀呀呀！哎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就从这个1块钱支票上，那我那个1块钱的支票做成 NFT 哈，做10个哈。一个卖10块美金，真的20秒全部卖掉了，真的，所以1块钱变成3000块，1块钱变3000块的台币，10块钱的美金10个嘛，对，就变成100块美金嘛，就3000块台币。哇，那这个 NFT 真的要问你，你是实际上有在 NFT 这个事情，就是未来 Web 3.0 的时代很重要的敲门砖呐、啊。任何事情都可以变成 NFT。我一定要找你再来聊这个未来，这个要聊很久了。我是一知半解，我是一知半解，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了。好了，你这一张专辑也是一样，让我看的这个是不傻傻哈，21首歌啦。我现在挑了另外一首，就莫相信。哎对哦，这得是防疫期间哈，莫相信绿光剧场在去年的5月、6月的时候，他把《人间条件》1、2、3、4、5、6全部放到 YouTube 去。对啊，他每次换完之后，吴念真会出来讲话，对，讲一些温暖的话、感人的话，人间条件，然后就叫谢明佑到片尾唱《爱熊行》。谢明佑的《爱熊行》是针对绿光要做这个YouTube 的人间条件而做的。对，那《爱熊行》的内容是鼓励大家爱熊行，那你一定会再去。
哦，啊，高雄度的我请你。哦，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爱雄行，我听错了，听成麦雄行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而且你整张专辑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背后在放了，整张专辑整个是走，你这是 jazz 风哎、欸，的爵士爵士，完全爵士，而且好好听哦，也能爵士乐手嘛哎、欸。哦，所以这是向上提升的话，应该最尊重。你就给他改编就对了啦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改编完之后，就跟谢明勇讲说，哎、欸，我要被改编这个歌，你要帮我写同意书哦，付一点钱，我们别人去赔啦。哦，谢谢谢明勇、哦，真的很好听。我们先来听这个《莫相信》，我们再来跟朱老师聊天。是毋是拢也是安尼生？讲历史亲像一面镜，听你咧放风吹，莫相信。你搁会当唱几落年？平时人少欠债，我欠我嘛我袂变。爱相信，他打拼就会较有机会。莫三讲的啊，有咧听无啊？人生啊，一歹暗算的，想要爱的爱袂着，啊，无得面啊，亲彩敬一个。袂了，歌唱无够，死啊命啊运啊，看起来透心闷。咱莫相信，兄弟姊妹啊，会挺你到底。啊，定是人少欠债，一世人无。好嘞嘞，莫相信，只要坚持，成功就是你的。好的讲的啊，有在听无啊？人生啊，清清采采过啊，难难相会。啊，加你们陪啦！哇，哎、欸，讲到这个哈，一定要讲一下。其实我在听你这整张啊，这音乐性也是蛮强的。搞不好就是慢慢的会提升上来，因为这些乐手都很厉害啦。讲一下，讲一下，哦、歌都乱写了，反正他们会编得很好。这个，你的方式哈，一定是很实验的。就实验了、就是非常实验。在去年的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根本没办法去录音室啊。对啊，然后他们的这些乐手其实活动都取消。你不会告诉我你们是线上录音吗？我们是先尝试，我先 demo 做好，我就丢给他们，然后他们自己在家里面载录。我们做 demo 的过程啊。对。然后钢琴手在弹的时候，他不一定知道鼓手在干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练嘛。对对。所以你全部聚在一起练的时候，会互相去瞧那个编曲。对。没有办法聚在一起练的时候，就是用想象的，他根本不知道，因为通常贝斯要跟鼓嘛，这真的是一个对爵士乐很难呢、欸，所以有时候会打架，听不到、欸啊、打架我就整理嘛，啊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打架蛮好听的，我就留下。我就觉得你们这一张专辑，我感觉好实验，就是有些有很多来来去去，还有他的 sound 有些也许不是。哦、啊，我们到最后的时候，到最后十二月、一月就有去录音室把它做好。哦、啊，我们唱片有两张 CD，、左边这张 CD one 是21曲，哦，从头到尾重新做好的，对对，右边这张是 demo。然后 demo 哎、欸、，demo 有重新再混音把它做好，但你可以比较一下，你会有两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你看看这个豪华装双 CD 版、欸，
好，你这个哈，每次卖 CD 你又有很多可以讲的。要包的我这样子，我们这是第一集哈，我还是要在上半场先跟大家讲这一次的乐手有谁。乐手的是、那個、介绍一下，就是跟那个未知之境爵士乐团有相关啦、啊，但是也没有全部啦、啊。反正鼓手是爵士鼓手，本来就在做爵士的，叫阿贤吗？叫阿西，阿西。吉他手叫阿贤，阿贤其实是吉他老师，也是他自己也有爵士乐团、哦。然后钢琴手叫汤老师，汤老师的是 Go Go Machine Orchestra。哎、欸，首领，哇！哎、欸，所以汤老师就厉害，一起读了美国西北大学钢琴演奏硕士回来的嘛。对。然后贝斯手是在台中，哦、叫阿亮。阿亮。然后小喇叭手叫小蔡。小蔡。就一部分是之前认识的爵士乐手，一部分是新找来的啦。对。啊嘛，就都好，我没有特别要找爵士乐手啦，我是觉得就是音色塞叫来，嗯。然后大家也觉得气味一样的话，就慢慢往这个方向去。欸、所以你们这个像刚才我们在放的这个《莫相信》啊，蛮爵士的，很爵士，而且那个节奏很快，哎，就是有各种的不同的变化。我就很好奇你们在防疫期间怎么弄啊？就是你们光是我那个在编这个时候，我也是因为我意思说你是有讲好吗？有时候哈，我开始我用嘴巴讲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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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录一轨这个，然后第二轨我就讲，我就用嘴巴装鼓，你这是 B-box。然后第三轨我说吉他要这样，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。然后第四轨说小喇叭要这样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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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时候我是这样子弄完之后，然后丢给他们。有时候啦，有时候我用吉他做一个 demo， 然后他们怎么编哦，就再说，不一定。欸、其实很丰富、欸、就是 你把处理、欸、这些老师都很厉害，他们常年他们做二三十年在做婚丧喜庆爵士音乐，很多的，对啊，哇，这个这张，所以音乐绝对没有问题，金玉其外保证，哎、欸，什么音乐当然是没有问题啊，那不一定有什么内涵，但是音乐很好听的。对对，其实我整张听下来，就是会有几首，而且其实、哦、对也有一些，你也有加一些论吧什么的，也有一些很就是能够玩的尽量玩，还有民谣啊什么的，这跟你从以前到现在哈都没有改变，就是音乐哈永远玩不完，我们就玩到80岁还是有东西可以玩。对，那好，我现在来讲了哦。哦、好，过来一下。过来一下，我现在看，我真的很想要拍这一张啊！你看看你的这个，你自己看呐、啊哦，猪头皮防疫清冰箱之缘由啊，都没分段的啦。我有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，你看这个里面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有没有标点过？好像没有，好像有些有，有些没有，忘记了。你完全这文案你加黑啊！你看的时候你要旋转，一直旋转。真是眼睛要脱光了啦！哎，朱老师，你真的是不适合老人家观赏、欸。我，你的这个缘由哈，而且你都是你会放很多。其实有两个事情是我真的是因为跟你是老朋友，我一直很佩服你两件事。一件事情是你怎么有那么多源源不绝的活力跟创意？啊，可能较歹困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是晚上不睡觉。我哈，哎，我一直觉得你的脑一定跟人家不一样。我今嘛困累哈，脑还在动，对不对？啊，困未起，然后又爬起来，又东摸西摸，对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是老年人。哎、欸，我现在精神衰弱，我精神套弱症。对啊，我就想说你哪里来那么多的创意哈？然后第二个是，其实你是把那个台语文化都在你的生活里面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还好了，还好。连你这个文案哦，你都会要加一点。如果不会讲台语的，可能搞不清楚哦。你都要用台语。你哪边开开哦？如果你要开的话，我里面有9张台语学习卡啊，就是说你打开冰箱嘛，里面有冰牛奶、牛肉、猪肉，但是我们的设计师又觉得这样太无聊，我们冰什么东西？冰麦克风。哦，现在我们的话题已经讲到那个，已经讲到包装了。包装了，我们这个，我们刚才是讲音乐。等一下听了歌完之后，我们就现场拆箱，但是我们是收音机嘛，听不到，数样要负责。把这个形容的人家听出来有画面，天哪！那你看这个，哎，有些问一下，你那个防疫清冰箱，你清了什么？你这一次，第一张清掉的是1元的机票嘛，對，1元的支票。对，第二个清到的应该就是许天贤牧师，
就是我们义光教会的第一任牧师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讲了，你哦讲许天简牧师哈是义光教会的第一任的牧师啦。义光教会是，我今麦告回啊，义光教会啊，义光教会是林义雄他家嘛，发生凶杀案嘛，啊大家都变凶宅，说大家花钱把他买下来啊。许天简牧师是以前藏匿施明德被抓去关。嗯，所以他是一个我很尊敬的长辈啊，他现在已经在天国了。嗯，啊，他很爱写诗，他常常写诗，然后把他父辈送给一些朋友。然后我在清冰箱的过程，他送整理家务，他送你这个诗，我就挑到一张诗叫《枫红的时候》，本阿昂的诗。枫红的时候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写成歌来怀念许天简牧师，是这样子。哦，那么等一下就会那个阿弟，他这个诗哈，居然是这个。念一下好了，许天显牧师，后来用你最标准的台语啊，你的台语，你先用国语念一次，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。我用国语念是不是？风，等一下，风仔若是红的时，请为我吟一首诗。来，这样子也不错啊，对啊。就你念。本啊本啊，枫叶哈，第一个本啊啦，本啊那是红的时，请为我吟一首诗。哎，你讲太好听了。其实你用那个国语念也是很有趣啊。旧年此时背着寂寞的心，充满祝福的心。你若写旧年很不错呢。古年其实是去年的意思了。对。但是旧年哈，在台语还有旧历年的意思。哦。啊，如果你用国语讲旧年哈，会发生另外一个意义出来。你国语没有在讲旧年的嘛？没有啊。但是会产出一个新的意义出来。哎，你念一下，我觉得你念的，我们把这首诗念完好了。旧年。古年之时哈。嗯。拍到寂寞的心，这个很漂亮哦，很漂亮。寂寞的心，它背在肩上呢，背着呢。拍到寂寞的心哈，充满祝福的行李，就是他要从台湾出国到，可能是加拿大了，我猜了，枫红的地方嘛。对啊，对对，北国。北国异乡的城市嘛，可能是加拿大，可能是多伦多或是蒙特罗嘛。嗯。哦，欢喜甲咱三人各三件，就是他去见老朋友了。哦，哎，我很喜欢听这个叫什么沙。什么欢喜？这个欢喜甲咱欢喜跟我们相认，沙金一定是很久的朋友，可是有一点遥远，有点陌生的。其实台语的诗很有意思，我觉得你把它念完，我们也来学一下。哎，过来。他说，许天简牧师去那边读书了，我觉得哦，就是可能短期进修了。这个中文我就不会念了。读册佚佗啦，佚佗就玩嘛，对不对？谈天说地，谈天说地啊。哦，这个看中文看得懂嘛？哈、啊，小酒四过去嘛，秋天本啊酒醉也是，这个这一句也很漂亮哦。本啊酒醉是什么意思？枫红，脸也红了，就是他认为那个枫叶喝酒醉。哦，他把枫红形容成枫叶喝酒醉哈、嗯。大家拢嘛叫你睡。就是 你一堆人在枫叶下面，然后映照的每个人都变很漂亮。哎、欸，这两句好美、哦。很漂亮，很漂亮、嗯、心情心花拢交开，因为知心有个知己，生活有旁味，旁味性命欢喜。哎、欸，真的写得很好哎、欸。许天简牧师就是一个天才，真的是他教我非常多东西。他是算是诗人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诗人？他业余诗人，他职业是牧师、啊。他为什么说教你很多？他教我很多了。例如是，我大一的时候，我要去参加台大的吉他社办的台语歌谣比赛，我不太会唱，我都会唱半首。我去找许天简牧师，他就教我哪一首歌从头唱到尾。我记得是教我唱《江边小别》。嗯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就是我很多歌都不会唱嘛，或是刚多雅物，对，他就教我唱。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欸、我想说你台语已经很认真了。因为小时候不是我们小时候在台南听到都断断续续啦，所以不是那么标准。像去到台北哈，我们听到一些政见发表会，哦、然后听到邱垂贞唱《黄昏的故乡》，我们才有机会从头到尾听，然后学起来。以前都只是学一点、欸、哦，一点点而已。而且我觉得现在放的就是这一首咯，《枫红之时》。对，而且你有一点那种。慢版的有一点对对对，然后编曲真的非常漂亮，我听到他们编曲我都流泪，你知道吗？很好听，很厉害。我们现在来听这个枫，哎，枫红之时，枫红之时，本阿昂的时，本阿昂的时，再回来跟朱老师聊天。本阿那是昂的时，请为我吟一首诗，旧年一时拍着寂寞的心。我祝福的行李，目睹异乡的城市，欢喜甲咱三人搁三句。读册、佚佗、谈天说地，小酒是过去。
秋天饭啊，秋水的事，大家拢嘛这呢水，心情心花拢照开，因为知心又知己，生活有香味，生命有欢喜。想起斗阵的日子，又过同款的秋天，门啊又过红的诗，请为我吟一首诗好无？
听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哈娜麦莎微醺时刻的现场。今天来到我节目的大来宾是猪头皮猪老师。属羊哦，约性三十档啊哦。不要讲了吗？没吗？有啦，二十几年至少有。有啦，快三十年了。属羊真的是了不起。我没有了不起，我还这样说谢谢你。生命韧性极强，打不死的蟑螂。天刚对了肚丢。全国家社会都你在管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那个区块也太广？你就是哈、哦、交际应酬第一名。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每行每业。对了，肚顶，对了，对了，肚顶。那柯文哲，你做得好。当里长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各位听众朋友，我真的要讲一下，我要很谢谢猪头皮朱月信，他算是我大哥了。我有没有帮过你什么忙？有了，我们以前是那个魔岩的。老同事呢、欸？他也没有帮过什么忙。有、啊，你都很照顾我。比如说，你有一张专辑，就好好的让我使用了我的声音。哎、欸，我们就正好有和谐和谐夜晚，和谐的夜晚，对。O A H 是整张哎、欸，整张。我后来很多好几个人跟我说，这是你唱的吗？我们现在才知道，哎、欸，我都忘记了。而且我们为了说不要让人家听出来都同一个人唱，就每一首要特别设计。对对对，一、欸、样。这首你要唱的好像小鸡在叫，对对 对, 對，这首你要唱的像阿桑，對就是分开。可是属羊就是有办法。哎、欸，其实你就是有法度结出这种奇奇怪怪。其实我觉得我也要谢谢你，因为其实我就是爱玩声音的，那你就是创意十足。然后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好开心。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是，我就转换跑道在 Good TV 的开台也是你啊。我还长得你 Good TV 的朱琦啊，你是大门啊。一开始你来帮我当助理之类的，我忘记了。没有啦，泡咖啡啦。你那个时候我还在想说，我到底下一步要去哪里？对，因为音乐我们不是主流的嘛。然后你那时候就是跟我说，哎呀，你哎。Good TV 刚开台嘞，他们正需要人呐。我说我都不会啊，没关系，那个都是不专业。还得咖啡泡咖啡倒停车，对不？换衫那。哎，就这样子开始进去电视台，然后也这样子从头学到后面可以做制作人了才退下来。所以也要很感谢你、啊。感恩啊，感恩啊。然后呢，你不要说我，你自己，你每一次。哈那嘛，然后也不晓得，就是莫名其妙来录制这个电台节目，其实我还挺喜欢的，然后也做得蛮开心的。欢喜了，欢喜了，欢喜了。感恩啊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！我们现在还有工作做，就要很开心了。好的，刚才放的也是你这个《防疫清冰箱》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，叫做《防疫期间音乐之神》。音乐之神如何降临呢、啊？我们去年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其实每个乐手都没有生意，演出都取消，真的啊，然后在家里面录嘛，对啊。不是大家都能够认同说，因为我们就是先从 demo 开始做了，对，啊，其实也不太会做，嗯，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专业的录音的软体的，我自己就没有了，我自己就是简单的那种免费的，我其实是影像剪辑的那种 beta 版，就是简单的，对，所以录起来其实有时候拍子不会很对，很准，啊，可能有些比较专业的他就会认为说。我们就 demo 当然简单做就可以了啊，等到我们之后有资源的时候，我们好好做了。对，啊，我是感恩，音乐之神降临到我的身上，不做就有祸了，所以就逼他们做。啊，我这个就是防疫期间遇到的事情，红叶卡转爽，我都没人插我。那时候大概开1912嘛，不光没人要接吧。哎，真的。就是真的是自己遇到的事情啊。对。对啊，红叶你咧欢乐啊，这个。你看，你看。防疫期间接到通知哈，补助没有办法。对啊，就是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写补助啊，那你写十个可能只中一个啊。但是我们这个是感谢文化部有一点点的补助、啊，还是要给他感谢一下，有一点补助。所以你看我们文化部写这么大，啊、对，写在后面也太大了。文化部他是要求说你要在后面有一行啊。哎、欸，你的超大的、欸、文化部影视、啊。我是这样啦，感谢就是补助多就写字大一点，补助少就写。我其实补助也很少了，但是我们是对文化部非常感谢。欸，太有诚意了啦！我等一下拍一下，超级有诚意哦！这整张他的专辑后面就是感谢我们就直接了当嘿呀嘿呀，我带就感谢。所以今年不错，就感谢。这张专辑还有一点点补助，
有啦有，就是因为防疫期间政府就会弄一些比较特别的紧急的状况，所以我这个是拿到好像叫做紧急还是特殊什么，反正就是那个名字很怪，我也搞不清楚了。它有很多的项目，我们写一个而且没中，写两个也没中啊。一直在写这个歌的时候，接到通知播做无半行，真的啊，就这都没有啊。一直到歌都写好了，到很后面，对，我们才拿到，也是一点点也不够啊。补助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要花五十，他给你个三十就好了。叫做补助，你不够还是要自己补了。对，但是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一起码杯水车薪，但是一个报捷就是一个激发嘛。对，哦，还是一个催化剂，你总是要开始做嘛。所以就感谢你看文化部写大字。我真的被你打败，我真是要好好的那个。感谢有多少？哦，真的字就有多大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这一张你设计里面，你那个文化影视那个旁边那个应该。这个1922啊，哦，这个拍进去哦，是猪头皮后援会管理处，哎，什么1922？就是你用手机拍进去啊，哦，就是模仿1922的啦，啊，就是那个 QR code 啦，啊，你场所代码我89641450948746，哎，好，好笑的，好笑的啦，真的是你太好笑了，哎，欸，那现在已经下半场了，要讲一下哈，你有，啊，你有活动一定要推一下。难得最近就三个事情，第一个就是新专辑上线嘛，就反正你实体的店或是什么博客来都有，都有。啊，第二个事情就是6月26，礼拜天，6月26，礼拜天下午3点。在台北华山的 Legacy 举办猪头皮出道30年感恩大会。哎呦，感恩礼拜大会，哎，啊欸，这很难得嘞。就下午来参加我的礼拜。对对对，六月，哎，这日期很好记哦，各位听众朋友。626下午3点哈，华山 Legacy。华山 Legacy 哦，是很难得哎，应该是你这几年来最大场的。这个是稍大型哎。啊，大家一定要来。反正四处都买到票了。你如果注意我的朱月信的脸书，或是猪头皮音乐的脸书，我每天写一篇呢，每天写一篇去 push 这个票啊。今天写到我参加金曲奖的那一次，我就是反正翻我之前的资料嘛，就是把你这30年的一些点点滴滴，三十年我看到的哈，比如说明天可能因为我参加金曲奖得奖之后，隔一个礼拜我看我那个资料就很多。把报道写到说我要退出江湖，哎，真的，我都忘记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忘没记啊。哎，你是哪一届啊？因为那个时候魔眼唱片开始在改组嘛，所以我2000年得到金曲奖之后，2000年就是魔眼唱片没有继续找我签约嘛，他的标喜公告才退出江湖。21年了有。对啊对啊，2000年的时候啊。哇塞！所以我起码就是每天我都会写一篇，一天一篇哦，啊，不然600个位置现在卖了100多个嘛，到时候太空也不好看，就变说啊，我们遵循要梅花字，人家陈时中才没有讲梅花字，你都没了借了变梅花字。所以其他大概得机搞得了旁边。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哎，真的，我们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觉得，我们猪头皮猪老师真的是台湾的一个宝了。嘿啦嘿啦，结果我哪无唱歌就无菜啦，好好我濒临灭种。因为我2000年得奖的时候，我上台致辞哈，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因为啊，各位评审看我看成那个濒临绝种的动物，搞我可怜，所以我才定。哎，你我现在想起来，那个时候是哪一张专辑？那时候是《傲骨人生》呐，《傲骨人生》是1999嘛？对对对。啊，到2000年的时候，其实我出了2000，有多做了一首歌精选集了。对。啊，3月的时候选举，阿扁选上，我就拿一个牌子给他签名，搞笑，下面写说一定中哦，然后果然4月金曲奖就中了，这样子。哦，傲骨人生，说每天都在回顾我这30年荒唐岁月。哎，也不容易啊，这个30年哦。啊，都莫名其妙啊！你看2000年结束了，我就跟萧夫德组了摇滚主耶稣。对对对，这个也走了。就去原住民的部落，15年就过去，说几年就过去了。15年，至少15年。对啊，这个叫做因为我到2016我才出了人生半百嘛。嗯嗯。然后到2000才出了如果比普拉斯未知之境嘛。啊，十几年就这样过去都不觉得呢。你真的，因为你去我们去原住民部落哈，对不？你想怎样的？我们去原住民部落哈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看这些小孩子，然后玩一玩哈。对啊，然后我还记得你2年前上我节目在宣传你上一张的时候，我下面有一些弟弟妹妹说啊，这个摇滚主耶稣的我们，他就说你去山上，对对对，那时候你他们还配搭嘛，有时候会不够，对对对对对，乐手不够，他们还配搭。基本上每个人回应都说你很有趣，就是我跟萧夫德就是我们就主要跟主耶稣乐团啊，然后就去，然后至少去我看有几十个，搞不好上百个部落，对，真的，对啊。
啊，那十几年、欸啊、十几年一下就过去了，对、啊，真的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所以很值得了、啊。我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再重新出唱片去，多要喝都得有机会，然后有资源，因为你出唱片，你叫人家来录音或是录音室费用、印刷、啊、什么还是要费用嘛？对，就是基本上。感谢文化部。也是哈，流行局、商业局的补助哈，哦，你是做好代志。哎，所以六月二十六号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朱老师，对对对，上线赶快买，赶快买。所以一张票是多少？哎、欸，预购是900块啦。现场票是1000块，1000，对，哦、真的30年哦，我一定会去，我一定会去。干门啊，干门，626，输呀，要去到那个时代啊，大白昨天去没有人敢挡你啦。还你已经是、那個、还是小妹啊，音乐圈那欧巴桑，那个大大妈欧巴桑，那个让人家照咖嘞，谁敢挡你？哦，6月26一定要去，还有另外一个也要恭喜你啦。是啦是啦是啦，明视台湾台、哦，第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突然间。就人有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，不就应该俩三步，忙的时候忙到后，就是突然间就明示就叫我去做。然后因为其实他们知道说我长期在演讲，或者是说我在做电台节目，我们现在有现场音了，没有关系。哦，音哦音哦音 ，OK 啦 ，OK。我们现在是 live， 我们现在在所处之地在西门町。所以我就忽然间明示就叫我去做节目啦。那我的节目名称吼，他们就开始叫、欸、叫我想，我叫做唱诵台湾啊，唱诵世界。来唱诵台湾，唱唱歌啦，唱歌的唱歌唱我诵啊。第二个诵是送战的诵，唱诵就是送战台湾，对，台湾雄战，对对对。然后再来是唱是畅通的畅，就是唱歌你要唱到很痛，听我唱我就痛哎，很开心。对，然后 song 哈谐音，然后世界对。啊、我是常常在做一些主题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世界街头歌曲大全，台湾有台湾的街头歌曲嘛？美国、非洲四处都有啊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是又回到你的强项。我强项的是这样，对吧？对你很会。所以最近我找何东宏，会收集这些资料。就我们以前的老同学的何东宏，他来做一集叫做《街头抗争歌曲选》，我们有选泰国、韩国、日本、乌克兰。美国、非洲、台湾，哇，太棒了！把全世界的这些把它收集起来做，然后我们唱，然后说明这些东西。啊，偶尔也会邀请歌手啦，我们有找王俊杰，嗯，哦，啊，王俊杰来讲，我们就希望说来的时候，除了唱自己的歌之外，可能可以翻唱一些台语老歌或什么的。对。然后突然间，王俊杰就讲，我想要唱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可是一问太贵哈，算了。俊杰，你还唱那很老很老的传统歌吧？俊杰什么都会嘛。对呀、啊。他就直接叫好 QQ， 很老就不用钱、哎啊、就开始唱，然后我也跟他一起。不用钱吧？不用钱，他太老了，传、统的，所以他就唱，然后我也跟他一起唱。所以两天哈，我们节目如果做起来，我们就请苏雅来。现在钱很少嘛，给他请不起，就是请苏雅来。然后苏雅来其实可以唱一些很古老的黑人灵歌，这个很好，传统歌谣，对，从非洲的，从欧洲的，还有 OK， 我还可以现场即兴。然后苏雅自己也有创作，对对，还有神秘谷之声，对、哦，我们就是找一些原住民的长辈的创作，然后做一集。很棒的苏雅特辑，你开始准备喽、欸！我会下个月我会打电话给你。好，这个身材方面就算了啦。没有，你的前黑的前黑的土土主教的那个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现在是在明视台湾台啦，从6月4号开始啊，每个礼拜六晚上9点在明视台湾台首播啦。但是其实 YouTube 还有 APP， 对，其实很多都可以看得到。到时候我也会在我脸书上分享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进到我们这一集的最后一首歌了？哦是哦，街头的时间这么快吗？反正明天还有机会。对，这个是我们、欸、给台会呢，这个很重要是。清冰箱的过程，东倒西倒，找到一张贴纸，上面写 Street Gospel， 就我们的好朋友豆子。豆子他自己成立一个品牌叫街头福音人。对对。所以他去士林啊，去西门町传福音，對對對對我们摇滚主耶稣乐团都有去帮忙嘛。对 对, 對。那我很久没有看到豆子了，我就突然间怀念起这个朋友，我就不知道他好不好，所以我使用了他以前曾经做过一首歌的和弦，来写上新的歌献给他。而且这个里面我有看哎、欸，那个 MV 你还有拍他哎、欸，他的那个衣服有没有？就他自己有做。衣服，然后要做一些东西的、欸啊，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歌来祝福我们的老朋友，然后也自己自我鼓励。对，豆子现在耳朵一定很痒，耳朵一定很痒。昨天我才跟他那个传赖，我不晓得你这首歌、欸。豆子他组了一个新的乐团，我的6月26。
他要来，我要叫他乐团来暖场。太好太好，那我们大家完全没有听过什么东西，但是只要是哦，苏雅如果组了团，我听都不用听就来了。和别人又各改天。丢丢丢，好的，我们到时候6月26一起来共享盛举。好，我们在这首《街头的福音人》就跟各位听众朋友们 say 拜拜。明天明天同一时间再来，拜拜。哎，刚才还吃饱吼，你又搁伫咧街啊路伫咧乱乱踅啊，原来呀、街头的福音人就是伫街头报好消息吼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关心社会，厝边隔壁需要，你立志要做一个街头的福音人。大街小巷啊，春夏秋冬啊，报好消息啊，耶稣基督疼世间人。感情真有遐尼简单？什么时阵，咱才会信耶稣的，才会当得到人的尊重？长久以来，是毋是咱拢太骄傲，一直咧定做别人？想起耶稣讲的，恁中间无做人通大声用石头定义。耶稣的咱啊，一直讲别人，咱家己爱先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，直到永远。吹来吹来，嘛来开一个街头的咸梅摊，为主做工，无分严正。福音嘛，什么好消息啊？街头咸梅大大细细兄弟姊妹，传福音不是嘴讲讲的，爱用行为甲行出来的。主上得救的人啊！咱就爱大街小巷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，直到永远。